我们现在在离洛杉矶帕萨丁纳20分钟车程的一家奥特莱斯，今天就看有什么东西好买的，不然今天最后一天了，也没什么事情不做了啊，我们继续逛了。现在继续逛，太阳好大好热，太多商场了，逛不完啊。刚刚逛了那家帽子店，卖特别贵，一顶都要34.99，还不含税。没打折吗？没打折啊，有，他那边有侧面有买一送一，就刚刚这家啊，都是中国生产，没什么意思，而且有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款式，主要是，所以我们现在继续逛一下啊。我们又来看车了，朋友车还没买到，过来看野马了。野马还20000多是不是？哦，28000，挺帅的哈，肌肉车，3点多的排量。不过美国油很便宜，可以，这辆车色也不错。这边一排都是，看那台老爷车，雨刮手摇。这马车轮啊，后视镜。哎呀，现在在等朋友买野马，在一个车行里面。等等，我们应该会去相机的古董店去看看有没有好的东西可以淘。19美金，哦，太重了，要不然抬回去了。酷，19美金。So all of that? Yeah. That's it? This is together, right? This one? Yeah. No. No? 这是什么？This is.This is有些阿米吗？不是阿米，阿米是陆军啊。对啊，对啊，空军的。空军的 Navy 啊，啊 A10 上用的。太多东西逛了，眼花缭乱。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中古店，不过很多东西都很经典。好早期的可口可乐机。
买走，我也想买走，这抬不回去。这最早的时候左右眼，用这种照片来，他这看出立体感，是有一点点一点点，因为毕竟那时候那么早了嘛。收了一二三四。太阳好大，我们现在到吃饭的地方了，晚上吃面条，来份包子。今天累了一天了，就到这里吧。要收行李，明天要回国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可以给我点个赞。如果你想看我更多更新的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摄影师陈文坚。我们明天见。